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吧？你是不是蠢？怎么会有人会在墓园里求婚？我倒是觉得求婚这件事情，一定要在我最重要的人都在的地方。爸爸、哥哥都在这儿，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怎么，不想答应？要收就收全部，可誓言太潦草，领悟太仓促。走吧。去哪？民政局啊。恩义科技在经历了去年短暂的转手风波之后，目前已回归正轨。重新执掌恩义的公欧，在不出八个月的时间里，正式研发并发布了最新款的手机系统。据悉，这款最新的手机系统将会与新一代的恩义手机共同问世，具体时间还未公布。根据知情人士的可靠消息，这个由公欧主导研发的新系统可以说是恩义所经历的重大危机的见证，将会给大家带来最完美的使用体验。穆总，这份影视投资方案做得不错，找时间约这个方案的负责人聊一下，毕竟影视方面不是我们的强项。嗯，其实这个负责人已经到了。那太好了，叫他进来吧，我跟他聊一下。请进。这个投资方案是你写的？怎么，穆总不相信啊？这份方案可不是当过几年演员就能写出来的。我可是进修过相关课程的，这份方案是我一直做的，我也想一直做下去。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吧。收入跟你们恩义是持平的，我觉得再这么努力下去，小念很快在这家就可以当家做主了。你可拉倒吧啊！你们公司这一个月那是卖出了小老板娘未来五部作品的版权，一年就靠这一个月活了。我们恩义最近可是在酝酿新产品，
那一经上市，肯定会大杀四方呀。那你可说错了。我们小念自从获得了最具影响力漫画家称号，又收到了他的偶像高桥留美子合作邀请函之后，别说五部版权了，50部版权我们都卖得出去。别别，看爸爸，看爸爸！哎呀，小胖脸真可爱。老公啊，你不来帮我收拾一下？哎呀，你让我多陪儿子一会儿嘛，过几天就见不到了嘛。我现在每天晚上没有 baby 哄就睡不着。那你现在每天如果见不到我的话，能睡着吗？我当然会失眠了。baby 哄，顶多算第二，老婆还是第一吧。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伪了？这哪儿虚伪啊，这真情流露。只要他们在外边了，别到这儿睡觉了，出去吧。现实与理想的重量，你是我的一念是月光，就请你带走我的心。哇，你看大米丸子这么大了，多可爱啊。哎，他们呢？哎呦，爸妈的他们在二人世界呢。公公刚刚说带小念去日本干嘛？生闺女。生孩子啊？那你们怎么能这么骗小念呢？这怎么要骗呢？过两天他自己就知道了。喂喂喂，你们俩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孩子你都不管了？我告诉你啊，过两天我可就把 baby 哄托付给你们俩了，你们俩一定要给我好好的照顾好，尤其是你啊，你不准偷偷亲他啊，那是我孩子。我还亲我自己儿子呢，你儿子你自己回来亲吧。哎，小老板，准备工作怎么样？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得成功啊。你们干什么呢？没事儿，就是公司那帮破事。哎，有秘密。有秘密。丸子，你看我这对呀，公司的事儿是不是不可能。真的？哎，行了，小老板，这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儿，自己问他吧。哎，金哥。这样，哎，你那天不是跟我说，你说咱们家这么大，等 baby 哄长大了会孤单吗？哦，对。所以我想着，他再添一个妹妹。原来你都是计划好的。算是吧。你没生气吧？嗯。哎，老婆。要不然我们也生个。闺女啊，就请你带走我的心，甜的柔软的幻想，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难免的长夜临摹未来的图画，会分离是我们的梦想，你是我的既然你这么能干，今天的这场宴会就是我为你办的，希望你真的可以撑得住场面。
小雪啊，看来你们都知道千初要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特别的开心。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要养我长大？小雪啊，对不起，这么多年了，让你受委屈了，爸爸糊涂啊。我不该跟你定那个什么十年之约，更不该一直忽略你的感受。爸爸自以为自己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吗？但是爸爸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你能给爸爸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吗？爸爸想在有生之年好好疼爱我的宝贝女儿。爸爸马上就要跟妈妈去国外了，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不好？小雪啊，小雪，爸爸错了。走，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我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我只想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能再错过我这个强劲的对手。三年之内，我一定可以让樊胜战胜了你。当然，如果你希望我能够放你一马的话，悄悄地告诉我。祝你好运。喂。小宁在你父亲的墓园里，你要是再不去，他可就真走了。
伯父，公寓哥哥，我来看你们了。没想到离开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就看不到伯父，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您在的时候，真的为我和公公操了不少心。你虽然看起来表面挺凶的，但是我知道你心底还是挺开心我和公公在一起的。您当时跟我说了一些话，其实都是在劝我，可我却没有听。小年，你知道小欧这孩子吧，他心事重，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告诉别人，所以我希望你能经常跟他沟通，经常跟他聊聊天，因为以后陪在他身边的人就是你。对不起，是我伤害了姑母，对不起。公寓哥哥，我一直以来觉得没见过您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前几天我也才知道，原来我漫画里画过的那个帅气的哥哥就是您。这么想来，我们之间还是挺有缘分的。我不知道如果您在，面对我现在的情况，你会不会劝我回到公公身边？还是说你也觉得我应该放手，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还好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公公也好，千珠也好，都回到了他们原本的生活，而我觉得我出现在公公生命里的意义，就是陪他走完这艰难的一程吧。我知道我做的并不好，差的还很多，可是我已经尽力了。哦，对了，这个是我画公欧的漫画，出版了，销量还挺不错的，叫《怪物偏执狂》。这里面我画的可能是我了解的公欧，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留在这一本给你们，你们随便看看。